我想对您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脸颊映着这朵牵挂。朱月宁，哭啥呢？你别哭，你看今天晚上我们有两位导师为你转身了，我知道你是咱们第二场学员。 OK， 来，你这是你的搭档是吧？来，搭档往那边站一下好不好？ OK， 我记得我们朱月宁呢是第二场学员，当时唱的是那个亲爱的小孩是吧？你刚才唱这首歌很感动，下面观众朋友们就给你掌声了。不过我也感动，我差点流泪了，知道吗？笑一笑，我跟你说了嘛，这个舞台还有机会的。今天晚上你就表现得很好啊，我们两位导师为你转身了。来，今天两位都为你转身导师的点评。魏老师，你先说吧，我看你这正事儿，谁都抢不赢你。今天呢，表现的要比上一场呢，就是参加那场比赛的要好得多。哎，而且呢，今天就是唱这首歌曲呢，《烛光里的妈妈》唱得很投入啊，唱得你热泪盈眶，泪流满面。同时我看到汪老师也是眼睛里面的泪水都出来了，就唱得非常好，同时呢也感动了我。希望你在这个舞台上呢能够走得更远，我支持你好吗？好，谢谢魏老师。我想说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，我很喜欢你，就这样。OK， 今天晚上
你的歌声让我们的导师们都哽咽了，你的人生我想也会很精彩，继续加油好不好？下面请你做个选择，是魏老师还是汪曼老师？好难选，但还得选，做决定吧。我想选汪曼老师。恭喜汪曼老师，好，去拜师去吧。请四位导师灭灯转身，有请我们下一位学员。